哦，你能带我去看一下吗？现在啊，我、哦、那现在吗？去不了喽。去不了。人家吗？很多人守在那边吗？不给过去了。哦，我不是想过去，我就想看一下那边的人呐、啊哦，他们的房子啊，他们的生活呀。哦。啊，可以吗？我、哦、那现在吗？看不了。哦。人家铁丝网吗？高高的围起来，网吗？严得很了吗？哦，严得很。哦，那去不了就算了吧。嗯，那我在这里采访采访你吧，好吧？哦，可以吗？啊、嗯，你在切什么东西？我看你切半天了。这个啊？嗯。嗯，这个嘛是韭菜了吗？我切的是韭菜。啊。哦，你这个韭菜切这么碎，拿来干嘛的？感谢大哥送来的人气票哈。你可以猜猜看吗？我猜猜看。对呀。我猜的话，我可能我猜不到。我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？有没有知道这个是拿来干啥的？切这么碎，是不是拿来包饺子的？包饺子啊？嗯。哦，不是用来包饺子喽。不是包饺子。不是。那是拿来就是煎鸡蛋的。感谢大哥送来的大啤酒哈、啊。也不是用来煎鸡蛋喽。嗯，有人说拿来喂喂鸭子。喂鸡喂鱼嘛。哦，喂鱼的是吧？哦，这个拿来喂鱼的。哦。啊，难怪你切这么碎，那不会成本太高了吗？哦，那不要什么成本嘛。啊。这些韭菜嘛，都是我们家里面自己种的了。哦，自己种的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哎，那阿妹啊、嗯，你这衣服挺漂亮的，跟我们那边不一样。哦，谢谢。你是个是少数民族吧？应该。我是少数民族了嘛。是哪个少数民族啊？我是哈尼族喽。哈尼族啊、嗯？哈尼族的阿妹啊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怎么称呼你的？你叫我佳佳就可以了吗？我、哦、叫你佳佳。哦。哦，佳佳你好，佳佳哈、哦。你好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方便问一下，今年多大年龄了吗？今年啊？嗯。我今年嘛，23岁了嘛。23呀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看不出来。怎么看不出来嘛？我看你最多是18、19岁。我、哦、那没有，你太会说话了嘛！啊、我都大姑娘了都。大姑娘了？啊、大姑娘，你还没成家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都还没找嘞。还没找。啊。哦，男朋友还没找。没有。怎么还不找啊？嗯，找不到了嘛。找不到。嗯。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？不是嘛？嗯，因为我们这边嘛，男孩子太少了嘛，不好找喽。哦，男孩子太少了、啊。我以为是你要求高了呢。啊，不是。啊，那你以前找过吗？嗯，以前嘛，找过了嘛。以前找过。嗯。找过几个？我什么几个嘛？我都才找过一个了。才找过一个。啊。牵手了吗？手吗？牵了吗？牵了。都牵热了都。都牵热了、啊，那怎么不好了呢？嗯，因为不合适嘛。不合适？哪里不合适啊？嗯，哪里都不合适了嘛。啊、嗯。他嘛，年龄太小了，我不喜欢喽。哦，年龄太小了，你不喜欢。嗯。哦，那比你小几岁啊？比我嘛小的有3岁哦。比你小3岁。嗯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小鲜肉啊。那不行嘛。啊、嗯。我想要找年龄大一些的咯。你想要找一个年龄大一些的、嗯？为啥呀？嗯，因为我觉得年龄大一些的嘛，才会疼人嘛。哦，你觉得年龄大一点的、嗯、会疼人、啊，会照顾人是吧？哦，会照顾我吗？哦，那也行。嗯。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嗯、这个不一定的。嗯，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对吗？嗯，和年龄没什么关系。哦，啊，良心好喽。要良心好。嗯。那除了这个年龄要大一点，嗯，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力气也要大一些嘛。力气也要再大一些。对呀、啊。为啥力气要大一些呢？哦，力气大的嘛，干活才厉害嘛。干活才厉害。对呀、啊。要干什么活呀？嗯，就是我们这种山上的农活了嘛。哦，你还要找一个会做山上农活的。对呀。哦，这个别人都想找个有车的有房的，你们是想找一个会做农活的。对呀。但是这个阿妹啊、嗯、我跟你讲，
像我们那边的人的话，现在很多人哈，包括外面很多人都不会做了。那你们如果说人家不会做这些哈，你们可以嫁去那些外地嘛，外省啊，啊，嫁去那个外省可以吗？以前不可以，现在吗？可以吗？感谢这个姐姐送的真好看哈。哦，以前不可以，啊，现在可以。嗯，可以吗？哦，那嫁去外地的话要什么条件呢？哦，那条件嘛，要得多了嘛。嗯。你要给很多东西吗？给我爸爸妈妈喽。要给很多东西给你爸爸妈妈。对呀。都要给些啥呀？按照我们民族习俗来说嘛，嗯，你要得给一个黑色的大母猪，还要给一个大水牛嘛。哦，给一个猪，嗯，给一个牛。对呀。给你的父母。要活的。活的。嗯。这就行了。行了吗？不是，就这也没多少啊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那这个挺划算的。不是，这个要不要这个？这个。这个嘛也要给一点。感谢姐姐送的真好看哈，要给一点。哦，要给多少嘞？像你们这种外面来嘛，人家条件好的嘛，给的多喽。啊，给的多。一般给多少呀？像你们这种外面来嘛，人家条件好吗？一个手指头啊，两个手指头啊，都舍得给吗？一个手指头，两个手指头。啊。一个手指头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给个脚趾头行不行？那怎么行嘛？啊，一个手指头嘛，就是一个万了嘛。哦，就是一个万。哦，就是人家说给这个彩礼是吧？哦，就是一个万就行了。对呀。哦，那没多少啊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知道，我跟你讲哈，那个我们老家呀，我们老家要给八九个手指头嘞，六七个手指头嘞，起码嘞。这么多啊？那可不是。哦。那直播间那边的朋友们可能还更多了，你看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那边要给多少可以打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我们这边嘛，没有那么多喽。没有那么多。没有。这边嘛，不能说那么多。说那么多嘛不好。说那么多不好。那这种也挺好的，我喜欢这种习俗哈。可以吗？到时候有时间嘛，可以去我家玩喽。有时间去你家玩。我先回去了。哦，你要回去了。我要去喂鱼了。哦，你要去喂鱼了。不是阿妹。你家远不远啊？感谢杨姐送的真好看。就在那边。你能不能就是带我们去你家里面看一看？去我家。啊。那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有没有想去这个阿妹家看看的？想的朋友们打个响字。我也是这样想去了解一下你们的习俗。你带我去看看可以吗？大家都说想是吧？那走吧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吧。但是我家嘛条件没有喽，等一下你们嘛笑话我了。条件没有。那你放心吧，没事的，我们不会笑话你的，好吧？因为我也是，对你们这个习俗啊，包括生活环境什么的感兴趣。好，你这阿妹挺好，挺热情的哈。她是哈尼族的阿妹啊，叫做佳佳。这个。喂一下鱼。好的，你喂一下鱼。这个佳佳，你家里面是啥情况？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啊？那我们家嘛多嘛，有三个。哦，三个。家里有三个兄弟姐妹。没有兄弟嘛，都是姑娘哦。都是姑娘。三个都是女孩子。对嘛。哎呀，三朵金花哈，这个阿妹家多早了嘛？没有啊。啊。我家里面嘛，我跟我二姐都还没找嘞。哦，你跟你二姐还没找。这个阿妹可以哈，还有个二姐，挺漂亮的。前面嘛就是我家了嘛。哦，这就是你家呀？对呀。哦，这个房子我刚刚看到了嘛。这到了。哎呀，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哈，他这个阿妹这种看到没有？这个房子是比较的原生态。这个房子现在在当地都比较少了，这是叫做吊脚楼。木头房啊，这个归我二姐，归你。这大哥你咋说的？大哥，我觉得这个我也比较喜欢，这个女孩子挺好哈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他们这个房子看到没有？一楼不住人。他们都住在楼上，对吧？在楼上嘛。都住楼上。上去住一会儿嘛。上去楼上住一会儿啊。就你这里几层楼啦？这里嘛两层楼。两层楼。
哦，两寸的话，直播间的朋友们。去坐一会儿吗？喝杯水吗？喝杯水。你现在你家里面，你二姐在家吗？我二姐。我二姐吗？山上干活去了吗？等会才回来。等会才回来。现在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一个人在吗？那你一个人的话，我上去怕是不好嘞。我不好的没有啊，你来都来了吗？上去喝杯水嘛。喝杯水。我听人家讲哈，他说你到这边啊，到山里面去了，他说你不能随便上人家的楼，不然的话人家到时候不让你走啊。那不会嘛。啊，不会不让你走。不会不让我走。走吧上去坐一会儿嘛。上去坐一会儿。我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哈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要是想上去参观一下的话，想上去参观一下的话就打一个上，主播呢带大家上去看一下，好吧。等一下嘛，我二姐他们都还回来。我二姐回来嘛，可以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吗？你二姐回来介绍给我认识，是吗？上来坐一会儿嘛。好吧，这么多朋友打上是吧？那行，那我们上去看一下吧，反正来都来了，对吧？那你慢一点嘛，有点陡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这个木头楼梯我好久没走过了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家以前也是这个楼梯。啊，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楼梯。那你坐一会儿嘛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好好，谢谢你啊。阿妹，你太客气了。没事了。这个房子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基本上都是这种木头结构啊，还有这种他们这里都贴这个图，我真的特别好，这个地方真的。就是有点乱啊。有点乱，你这个家里面我能拍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可以。那你进来拍吗？我拍一下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哈。我都没有说是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哈。这个我进来看一下，给他们都没见过，知道吧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他这个房子属于比较通风的啊。这房间冬暖夏凉。这边主要是热天很热哈。它不热，它没有冬天这个地方。你这个家里面咋住嘞？住的话嘛，你看嘛。我爸爸妈妈他妈妈住这里了。我们姐妹嘛，就是住在里面了嘛。里面还有个房间。有大房间。能进去看看吗？那不行。到时候你过来嘛才可以嘛，现在嘛不能随便进去看了。不能进去看。那行吧。这阿妹挺好的，但是我跟你讲哈。你看你这个房子，我觉得，它不是很好住。不好住的没有吗？不好住的没有。好住了。你看这个房子它也不隔音呐。像我们这种木头房嘛，不用隔音嘛。不用隔音。那万一到时候人家来住了哈。那他晚上要是打呼噜什么的。那不是会影响吗？睡觉啊，对不对？那不会影响嘛。干活厉害吗？打呼噜吗？正常吗？打呼噜正常。我觉得哈，如果说你们愿意嫁去外地的话哈，愿意嫁去外省的话，选择会多一些。因为这个大山里面确实生活各方面有些人呢他住不惯。对不对？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呢给主播点点关注哈。主播呢现在在云南的一个大山里面给大家做个直播。这个大山呢以后你们想玩的话，主播可以带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好吧。这是一个一般真的找不到这种大山了。我平常我跟你讲，我就喜欢去到处旅游，然后带直播间的朋友们呢看看各地的那个风土人情，尤其是一些更偏僻的地方我更喜欢去。那到时候嘛，可以带女朋友来我们家里玩吗？好好，那我谢谢你了哈。我看这山上哈，也没有什么田地哈。平常的话你们都是以什么那个收入来源是什么呢？经济来源。那我们妈多了嘛。我们妈经常去山上啊采茶叶啊割胶了嘛。平常就是说去采茶割胶。像我们平时不忙的时候嘛，也去山上嘛找点什么水果啊野菜啊这些的嘛弄。哦，这些水果都是我们山上拿回来的。平常就是说靠山吃山，在山里面找生活。是吗？那你们一家的话，一年的话能有多少的收入啊？一年啊？一年的话嘛，差不多能有，2万多啊，3万啊，这种都有嘛。一年就是2-3万的一个收入。对呀。那也不多呀。
差不多了嘛。差不多。嗯。哦，山上就是花钱的地方少，对吧？我们吧，省着点用了嘛。哦，省着点用，山上就是可能花钱的地方也是少哈。哦。你这个手里拿的这个是啥呀？这个。啊。我这个蛮好吃吗？叫菠萝蜜了。哦，这个叫菠萝蜜。嗯，我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有认识这个见过这个的吗？哦，这个是菠萝蜜，我买过，但是我以前买的那个就是比较大一些，你这个个头小一些哈。这个嘛小一点咯，大的嘛也有。哦，这个是认识哈，这个叫菠萝蜜，有些人可能没有见过嘞。啊，这个嘛，这个挺好吃的。嗯，你们平常这个是自己吃的还是拿去换钱的？这个这个嘛，我们吧平时背过去街上嘛卖菜嘛。哦，拿去街上卖菜。哦。换钱的。哦，是吗？哦，这个能卖多少钱一斤？这个？这个。嗯。哦，这个嘛贵得很了嘛，像我们背出去嘛都能卖到两三块钱一个了。多。大的嘛还更贵一点了，五六块钱一个都能卖得到了。哦，你们这个按个啊？对啊。我去，我在外面买的是按斤啊，好几块钱一斤啊。哦，这么贵啊。啊，那外面卖的是一个一个卖啊。哦，按个。嗯。哦，你这个现在自己吃不吃啊？这个。这个嘛自己不吃啊。不吃。到时候嘛要背出去外面嘛。背出去外面，那你不用背出去了。嗯。你干脆把它让给我。这个啊。嗯，你卖给我可以吗？卖给你啊。啊。我不用嘛。这个嘛是我山上背回来的，你要是喜欢吃嘛，你就拿回去吃嘛，拿袋子给你装起来嘛。拿回去吃啊？不是阿妹啊，我先谢谢你哈。你不要这么客气，我不能拿你的，我不能拿你的，不然我直播间的朋友们要说我的。一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我给你按十块钱一斤。十块钱一斤啊？啊。哦，十块吗？太多了嘛。太多了。我问一下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说这个给十块一斤多吗？你们说，没事的，阿妹，不多的，因为我平常呢，我就喜欢吃大山里的东西，知道吧？这些我在外面呢，我也是要花钱的，对吧？大家都说不多哈。谢谢你了。嗯，你家除了这种菠萝蜜啊，还有没有别的那种山里的那种东西啊？别的嘛也有啊，我们外面嘛晒了很多东西嘛。我看一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你出来外面看嘛。嗯，好，我看一下还有些什么东西山里。都是我们山上自己找回来的。哦。我看有没有你认识的嘛？有没有我认识的？哦，那这些都是了。哦，这么多啊？嗯。哦，这个我问一下。嗯。这些应该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认识的吧？哦。哦，这个是石斛，这个好东西。石斛嘛。哦。这个石斛。这里没有枸杞子，他们这里。嗯。没有枸杞子，他们这个大山里面，我给你们看啊，这个大山里面就是你看，它只不适合长那种枸杞那种小叶植物，他们长的那是都是这种大树，知道吧？你看树上全是毛毛虫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季节树上全是毛毛虫啊，这个真的是原始森林的大山，它都适合长这种大树。我告诉你，像那个雪燕那个树啊，都有这么大，比这个还大。所以说为啥人呢都说吃雪燕好嘛，那它都是几十年的大树，对不对？嗯，几十年的大树。来，雪燕还有一单哈，没拍的朋友自己去拍，雪燕还有一单。我这个手机就没电了，我就准备下播了哈，哥哥姐姐们哈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。你感谢一下大家哈。哦，是的。嗯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。嗯。谢谢你们不嫌弃我，还愿意帮助我。嗯。真的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啊。到时候有时间吗？你跟那个帅哥一起来我们家里面玩吗？啊。欢迎你们来家里面做客啊。欢迎来家里做客。在这里呢，佳佳也祝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。嗯。祝你们身体健康。嗯。祝你们万事如意。啊。祝你们工作顺利。好的好的啊，那行，那就感谢这个阿妹，然后等一下给大家尽量今天都发走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那我等一下弄好吗？今天就给各位哥姐姐们发出去吗？好的好的，好好，那给大家好，拜拜，来。拜拜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也谢谢你哦，辛苦你了，拜拜。